全部馬不準備妥當投場五班千二米嘅泥地短途賽事。準備，黃旗舉起。好咧，一開閘嘅時候咧，咁啊前面快嘅馬，中間新三刀王啦，出邊合理高啦，埋邊有馬運來普道葵，同埋咧就勁快，中間仲有隻駿馬飛騰噶，響外邊咧就呢個麗行星啊，再有一陣內欄咧，咁啊仲有呢隻齊鼓掌啊，尾四粉紅三英雄德勝，尾三上海先鋒殿後一對有心有力，同埋呢隻就創千機噶。好啦，過八百啦，前面普道葵帶合理高第二位，第三位駿馬飛騰啊，外邊第四咧仲見到呢個新三刀王啊，跟住個第五位咧就係齊鼓掌噶啦。再後邊第六位仲有勁快嘅，跟住後邊內欄咧就係呢個馬運來咧，出邊黃衫咧仲係呢只咧麗行星嘅，尾四位英雄德勝粉紅衫噶，尾三出邊上海先鋒殿後一對有心有力同埋創先機嘅。好，你入正直路嘅時候咧，前面一對大甩咗喎，內欄有呢只咧就係普道葵，中間合理高兩嘅馬鬥緊嘅，再後邊嘅馬咧見到中間駿馬飛騰啦，咁啊齊鼓掌都叫稍稍上啲咁啦，攝內欄上嚟仲有隻有心有力啊，中間位置咧就係呢個麗行星。已經帶嚟咗三四個馬位贏緊呢場賽事㗎啦，連贏威配㗎。睇下駿馬飛騰定係齊鼓掌過終點合理高贏一條街啊！第二名咧就係齊鼓掌啊，第三名咧就係駿馬飛騰，第四名有呢只有心有力同埋麗行星要影相啊！咁啊，結果擠咗前面走咧，咁啊普道葵啊散咗，合理高五碧拳又有馬贏咯，贏幾個馬位添啊！一係就唔贏，齊鼓掌第二，駿馬飛騰第三，合理高咁啊喺呢度啊！叫開齋啦，跑得咁密，我上個禮拜跑完，今個禮拜又跑就見到隻馬個健康穩定咗啦。跑第二名咧就齊鼓掌啊，跑第三名九號駿馬飛騰，後追上嚟有隻麗行星就跑過第四，十搭十一，五十八倍 Q， 好積極啊！你見到啊，湯志傑閘前打圈，哇！出閘之後係咁推，係咁俾啊！企啊！一起步，你又騎啦，又騎啦嗱。嗱，你見到佢打圈，見到佢就個心係想走嘅啊。其實騎得大力嘅，隔離唔單止佢，有阿郭立基啊，新三刀王啦，仲有駿馬飛騰啦，黎維明啦。嗱，呢度執起兩步啦，要過你哋啦。跟住拍咗埋嚟二搭嗱，呢啲咪就係我心目中嘅 OK 嘅位啦。跟住後面係咪真係冇得追啊？呢個泥地，如果跟住嚟有一六五零米噃。齊鼓掌喺第六七位嘅內欄位置嗱，隔離勁快又唔多嘅，後面泥行星追上嚟都唔係好強嘅勢嘅啫。大家都騎得好犀利，你睇下入到直路前，你已經騎得咁犀利。都係寧願走先揾。有心有力都喺個內欄啊，上翻啲喎。佢就慳翻啲咯。呢啲跑道又係泥地咯，試習都話佢泥地好嘅啦。齊鼓掌啊，移出嚟。喂，英雄德勝係咪有事啊？哦，你睇下普道葵，話停就停啦，新三刀王都停啦。係咯，呢啲全部都有底嘅。英雄德勝又有底㗎啦嚇。嗰只馬運來喺後邊。左穿最冇底喎，時間都唔錯，贏甩咗咁啊！頭段23秒56啦，第二段22秒24，末段13秒44，總時間1分09秒24啊！快過標準時間4線1。